收看 SCCFTV， 买单啊！大家好，京急九铁巴士系列是日本 30BM 野一机身，于1992年生产，是一款前置引擎中型单层巴士。于1994年屯门公路塞车问题严重，当年运输署建议九铁增设来往屯门码头的巴士服务，以方便居民乘搭渡轮往返中环，减少区内塞车情况。对居民的影响，九铁向冠中巴士购入六架于1991年出厂的30 Fuso VM11 机身二手空调巴士，用作行走 K1X 屯门码头至老坪村及 KKOX 屯码头至天瑞村，后期调往行走新元朗中心至上水火车站的916转。这批巴士采用前置引擎设计，并分别装上捷联 JL0 两车身，采用车顶式 Startrack 空调系统，而新亚车身采用车底的空调系统，由独立引擎驱动。车厢布局是3+2座位设计，载客量为56-57人。由于只得前门上落客，加上高地台设计，上落时间比较费时，九铁的 30BM11 机身在2000年全数退役，由丹尼13/几十亿的三米所取代。最后我们看看 30BM11 机身的底盘结构。CCFTV， 大家记住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